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马伟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黑椒溜溜，主料有溜溜、洋葱、青红椒、大蒜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洋葱切丝，部分切粒备用。青红椒切粒，大蒜、芹末、溜溜切片，溜溜、少姜、爆肉、盐、料酒、鸡蛋液、姜汁、水淀粉、抓匀。放入油，抓匀，备用。锅里放黄油，放洋葱丝，煸香，放盐、糖，炒熟。出锅放入盘中。锅内放油，放入牛肉，滑熟，成熟备用。锅内加入黄油，放入洋葱末、蒜末、青红椒末、黑椒汁、清水、盐、糖、老抽，调味着色，加入水淀粉，倒入牛肉，烧至入味，打入明油，成熟抓盘。淋上这道黑椒溜溜就制作完成了。